答案呢？比如说，我希望输出的话，刚刚是前七名是按照什么？按照他找到的，他不管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，就是一直往下找到小于等于七的就列出来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十二可能是第七名，好，然后呢，二十一可能又是其他名。那我希望第一名先列出来。但以往哦，如果你要第一名的话，你可能要先找到他，把三十四搬过去，再找第二。哦，那当然你以前的土法炼钢是这样的，哦，资料少还可以，但是资料一多的话，哦，这绝对不是方法。而且你会发现哦，工作里面哦，能够用土法炼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如果你还在真的用土法炼钢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准时下班的。哦，所以一定，我觉得很多就是 data 越来越大的前提下，哦，你真的一定要会用这些方法，哦，那可是要怎么做？哦，把前七名带过来。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逻辑之后的话，那我们其实，哦，就是等于在刚刚的这个程式外面再多一个回圈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要找七次，所以我就写一个，刚刚是 for i 等于从第一列啊，第二列一直往下到最下面一列，那我要在外面包一个回圈，不过那个 i 已经被用了，所以我刚刚用 j 好了，哦，比如说呢，那我要怎么去写刚刚这个东西的变化题？那我的习惯是这样啊，我不会直接拿原来的，我会直接怎么样，拿这个复制贴上改一个名称。比如说改什么呢？改成，哎，这边齁，也许我改成这样，这边假设我贴上好了齁，然后稍微改一下，也就是说呢，我拿原来的来改，不然的话有时候你把旧的改掉，你要恢复成原来的又回不去了，所以也许就会，但前提你 sub 名称不能一样齁。那第一个就是说呢，我等于 k 这个固定都一样，那我只需要怎么样，在这边加一个注解，分别比对那个1到7名的结果，所以我这边可以多一个什么，多一个那个下面这个，哦，在 for next i 的外面包一个 for 另外的变数叫 j 好了，哦，那这个名称当然不是固定的啦，你可以自己取，不能是 i 就对了，哦，for j 等于那个1到7，那一样呢在下面多一个 next，哦，但是呢这个感觉怪怪的，为什么？同一阶，所以习惯会把里面这个按个 tab， 表示说呢，外面这个是外回圈，里面是内回圈。那外面意思是说呢，我先把一号放进去找，找到之后呢，丢过来，再来 for j， 它这里面做完之后又会变一嘛，一找到之后丢，再来 next， 意思就是下一号就二号，然后再找。把这个2号找到之后再丢3号再丢，哎，一直类推，其实我们程式都写完了，就只有这样而已， 哦等于是说加了一个外回圈，告诉他说我要找1到7号。另外第二个可能要改的地方不是小于等于7，而是直接等于 J 就可以了，意思就是说我先找1号再找2号再找3号，一直类推，哦，我就是要找那个，哦，就是，啊，跟这样应该是找排名啦，追指的是排名的意思，哦，排名 OK。 好，做完之后的话，哦，啊，再来我们直接输出给各位看啦，基本上这样 OK 了，直接就输出了34到12，这个第一名，12号是第七名，哦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所以基本上，哦，如果你要按照名次来排的话，其实只是多增加一个 for 追，然后呢这边等于 J， 答案就 OK 了。但是顺便讲一下啦，不过你会发现啊，这地方会有一个效率比较差的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因为它是1号找到了，它会一直找，有42个号码，可是如果你找到了，中间已经找到了，它还是一直往下，所以其实浪费很多时间在找，找到最后为止。所以，如果说你要再增加一点效率的话啦，我是建议你如果找到了，对不对？找到之后的话呢，那让他跑完之后，记得哦，就不要再继续往下了，就是让他换下一个号码。那这个叙述哈，这个我想也蛮好记的。你直接在这个逻辑里面的任何一行都可以打一个什么呢 ？exist，exist 就离开，回圈的话就 for，
叫 is this for 这个叙述就可以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已经找到了那个号码，那你就不要往下找了。好，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啦。好啊，这个是顺便讲一下，不过你会发现啦，因为现在的电脑速度都太快了啦，没有加这个跟有加这个，虽然说它可能多跑了很多，可是齁，其实你会发现啊，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，把它执行一遍齁。不过你会发现啊，如果没加跟加了，你会发现齁，你应该感觉不出来它的差别。或者可能也许将来再加一个功能叫清除好了，这样比较完整。好，再输出没加跟加了。其实齁，差异应该是在万分之一秒以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 CPU 跑太快了，除非说你现在 data 很大了，所以如果你真不能满足你，请各位等一下，可以 Google 一下，请你找什么呢？找，因为乐透彩后来在好像民国不知道哪一年改成叫大乐透，本来是1到42号，后来规则改成1到49号，然后这个例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我们换一个好了，我们乐透彩改成叫大乐，找那个之后的那个叫大乐透，我想应该大家对这个东西应该不陌生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找什么它历年来的号码，你可以加一个历史 enter 一下哈，这边就会有个乐透云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其实就是了，它会帮你把什么呢，历来开奖到3月2号，2月27一直开到，就是总共有几个配局呢？有51个配局，从2004年，其实就是民国93年吧，哈，开始有这个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希望怎么样？假设啦，我们再延伸，可能再玩大一点。刚刚那个资料太少，两年感觉没什么。那如果你希望能够把这些资料做统计，请你告诉我大乐透历年来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最高？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请你也是照刚刚的方法，有没有办法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帮我排序一下，帮我列一下清单？好，可是问题，你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，这边总共会有1到51个配置。那以往的作业哈，你可能是复制贴，复制贴，那你必须要做51次。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哈，可以一键按下去，自动把网络上面的这51个配置，通通帮你汇整成一个工作表，然后呢，你再按下一个键，自动它就帮你把结果统计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啊？待会就要再延伸出去哦，就是怎么样快速的一键就把51个配置通通抓下来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啊。那刚刚那个哦，我其实把那个就是按照排名输出哦，这边哦，我待会也一样会把这个结果了哈，给各位参考，也会放在云端上面。那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这个底下的变化题吧。所以如果你刚刚假设这个哈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查一下好了哈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一下，按照排名输出。哦，这个也是又多一个新的啦，所以云端白板的好处是只要有一些新的东西，那我们就 update 到云端白板上面去。哦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哦，每一次上课，哦，只要有同学又有新的问题，反正没问题，哦，其实，哦，我还蛮喜欢就是大家有一些活的问题，甚至如果你工作里面，你回去真的有动脑，然后在工作上有遇到问题，当然也蛮欢迎你可以提出来的，就怕没问题，其实问题越多了，反而相对你越容易进步，所以回去的话可以也许再试试看。那刚刚多了一个，就是如果你要输出的并不是按照那个原来从头到尾往下抓的话，那要怎么增加一个那个输入，其实就是多一个外回圈 for J 等于1到7，然后呢条件就是当那个我要找的资料等于 J 就可以了，